知道。绿灯，拜托了。请问是谁那边要剧透？哦，哎、欸，哦，先接剧透。他的界面中文是要重开游戏才会好用。对对对对对对。哦，你们都剧透他哦，剧透爆雷哦，说要重开哦，我要重开啦！今天对于剧透这个很爆哦，很炸哦，大家火气很大哦。我们今天所以为什么会突然开始这样？我不知道，没有，因为我先稍微玩过这款游戏，对，我刚刚稍微进去体验一下，哦，爆雷哦。哦，可以啊，所以我等下装死。杰瑞也会玩啊，啊是要进谁那边啊？看你们要开谁开房，对，谁开都可以啊。我在调东西啊。他要先建角色再创房，是不是？是的，好像是。我来开看看哈。好，开始，开始。哦，创建世界，你的昵称。是世界的昵称哦，对对对，啊咪 go 我的世界，哦哦，等一下哦，他竟然不能打中文，气死我了！想查得到？怎么了？有人捏脚捏得很开心，我捏完了，我的 ID 很白痴，创建。中之马，你们然后会不会两个黑人在里面呢？你可以中之马叫阿米哥，我中之马给他随机了。哦，好，这没差了，可以直接 shoot 加入。等一下，我还在读地图。哦，早安奶，晚安，大家安安。这地图多少久、哦？我的聊天室是在造反，是不是？啊，这是什么游戏？恐怖游戏，哭吧！恐怖游戏，哇，是没错，好恐怖、哦，好可怕哦！我被剧透了，快啊！哦，爆嘞！又爆嘞！好恐怖嘞！它是降速多一样，快啊！麦快啊！你们看到石头是麦快。嗯，降速有篝火，有树，有人，有草，你看就卖快啊！第一件事就是砍树嘛，看卖快、啊。对啊，呵呵。啊，他还在跑一开始的故事。故事，你可以跟我们讲到什么？没有啊，没有。你要等你，要等你。你们刚刚那一团爆雷完之后，他已经讲完故事了，我也不好插什么了。因为我刚刚只是说那个打击感不错这样子而已。啊啊，原来是打击游戏啊！嗯，节奏游戏，所以他会跳音符出来吗？对，会有红跟蓝，你要懂跟 cam 这样子。那有 DLC 吗？被打不会受伤的那个。我以为是说 DLC 买的，就是除了懂 cam 还有 cam 康，懂 cam 康。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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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一个算是进入地图的画面了。我被一只大鸟抓着，然后双手张开，两脚也是张开的，两脚开开准备。所以你现在是没办法腰嘛，对不对？我现在才刚降落地面，等我一下，我试试看。单人进去里面看个剧情好了，然后待在家影院那边。好、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好，哎，你好聪明哦，我要这样做了。谢谢，我知道我很聪明，谢谢。啊！我刚刚讲什么？我忘记了耶！我难过，因为你刚刚地图有启用服务器吗？我看一下服务器，所以他还有其他设定是不是？有，他有个圈圈要打勾。一开始在选择地图的右下角有一个启用服务器跟社区服务器。我好像没有点。社区服务器好友，那应该是没开单，现在是单人。嗯，我再开一次，我再开一次，压力关他开一次就好。开始启用服务器，社区服务器应该是区网，哎、欸，不能开。哎、欸，没有，社区服务器好像是全部用来看得到，然后启用服务器好像是好友才看得到。可是社区服务器那边有密码呢？哎、欸欸，没有啊，那个啊，那个你启动服务器之后，你不用点社区服务器也可以打密码。哦，好。
就看要不要打。我还是设个密码好了，怕别人乱跑进来。你怕如果那个云院的好友也跑进？哦。那他好友进来，那就删了他好友啊。啊，没有好友没关系啊，黑名单还是加一个。哦。有密码是那个有邀请码有没有？你们的哎呦，哎呦，有了，可以加入游戏了。你说点右键吗？哎有哎、欸，有，对，应该可以进得来了吧？哦，然后剧情就只是那一页的那个文字这样子。所以，对，所以我说你们那你们那个是说什么像素啊什么什么？刚讲完真一小段而已，我就说我看完剧情了。我以为它是有动画什么的，没有，它就是文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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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页字。参与，感谢阿长的超级留言，还有感谢珍惜，想说就不关麦了啊，但是嗯，好啦，谢谢阿长，爱你哦。捡起石头。为什么这画风有点像？哎、欸，可是我不能哎、欸、哦，他们有一个确定按钮啊。哎、欸，有 Enter 啊，只是他 Enter 好像只有正中间那个 Enter 可以按。我刚刚一直在右下角 Enter 出来，我都什么都没有回应。欸欸、我刚也是。他的打架，哦，他攻击声音音效这么小声哦。我可以带东西过来哎、欸，我有木棒，我可以 K 你吗？你没有开心角色啊、哦？没有，这我刚开而已、啊。完了，他会绑他是角色会好像会绑的你的道具哦。对对对，所以你可以到新角、哦、旧角色到新地。完了，就类似泰拉瑞亚那样吧。有人骑手有棒子，大气也哈气，大气也哈气，大气也哈气。哦，万煞杰，那个杰克你有棒子，杰克有棒子，抢他棒子，新角色，那个新角色，这是新角色啊。欸为什么跑一跑会有能力，会跑一跑会有能力？你做事情都会有加能力，是不是？跳、跑、打之类的都会有啊！被剧透了，被剧透！哦，剧透！对啊，我剧透仔啦！一二三，一二三，关麦！一二三，一二三，他没开耳机。哇，你也太煞气了啦！哇，就是会打到队友，是不是？会啊，会打到，所以可以连你们的吗？哎、欸，我湿透了，是不是可以开？哦 ，PVP 好像是可以开关的，看到右上角。哦，它是一头。哎、欸，有怪，有怪，有怪！帅气哈气，帅气哈气，快去打你了！帅气哈气，我在看剧情呢、啊。啊，你死在 K 笑，揍死你！我要揍死你！这个密码会不会打米米米米米啊？米米米米，会，干嘛啦？会，有没有队友伤害？没有哎、欸。你可以拿人来练技能啦。欸、真的、欸？可以一直挥人练技能。对，你可以练技能。你为什么是剧透？好剧透！这不是剧透，我刚刚约示出来的。哦，拳头，为什么拳头的技能叫未命名啦？对啊。嗨。精灵游侠，精灵游侠，哇，精灵游侠，精灵游侠，我是精灵游侠，啊，没耐力了。他的技能提升为什么是长那样啊？哦，第一个任务，你是一个无敌的等一下，他第一个任务是说，你的目标是要击败一个无敌的神兽，请尝试击败他，无敌。无敌的击败啊！中了，无敌！哇黑喷，哇黑喷，哇黑喷！哎、欸，精灵游侠，你不要！哎、欸，精灵游侠，哦，好可怕！哦，精灵游侠火哎、欸！精灵好凶哦，精灵游侠！啊，火把哎、欸！为什么有火把呢？一按一，按一啊，还有给你。哎、欸，这个有耐久啊，不要乱来啊！啊，是哦，哦，有耐久、啊，耐久，耐久，它不是无限火把。哎、欸，我后面那个石板后面有蘑菇哎、欸！哎、欸，哦，爆雷！爆雷！看到了！过来，过来，过来！这边看这个红色的，红色的图腾，过来看一下。刺血灵鹿，灵鹿，哦，在左上角。哦，打！那是我们的，那是我们的任务。走啊！是这里吗？等一下，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我觉得空岛有点危险。我是一个，我觉得是左下角吧，它有箭头、啊。右上角地图呢？有地图呢？你按 N 啊？这里吧。
右上角的地图呢？你按 M 吗？它右下角那个那个箭头，箭头不知道干嘛？不知道干嘛的。反正我要去打 boss 啦。五刷低，五刷低，我不要，我要不要讲刷低吧？要不要讲刷低吧？久违的勇士，讲刷低吧。我要去找灵宝、哦，猪掉到地底下了。对啊，哎，出来啊，出来！他跑去哪了？打不到啊，他不见了。是那个吗？为什么他？哎、好像那个、欸。猪瞬移耶，猪瞬移耶，猪猪会瞬，猪猪飞了，猪飞、欸、飞起的猪啊！猪猪咬一口10.5滴是怎样？好重啊！哦，我被猪咬了。哎、欸，看到熟人了，我到标记点了。哎、欸、哎、欸，灰宝宝是什么？我刚刚就是被他追，我跑走了。怪物吧？哦，我可以做一到哦，可以做师傅了。哎、哦、哎、欸，救命啊！他在追我，他在追我，啊、救命！死了，杰哥被野猪，杰哥被野猪了。你们有要过来吗？我到了，我到了，到了，可以可以。你们是哪里？就龙哥，就那个啊。对啊，林路那边啦、啊，自血林路，我已经到了。好啊，我也到了，等你们。哈气哈气，祝大家红包收到手软，能遇到心仪的桃花也是不错的。看地图的时候很容易点。谢谢佩林的留言，不啦，走内。没事要动一动才会加技能。哦，对哈、哦，难怪你们刚刚都踢档。啊，没事要动一动。哎哎，没事要动一动。哦，可以翻滚哦！哇，木材要好多、哦。死掉会忘记技能哦。哈，哎呦，哦、真的假的？技能哦，有机会会遗失技能。哦、对、哦，所以小心、哦。危险呢、哎！哈哈，我有棒棒的。我要在旁边准备一下。我有棒子啊！他有棒子。他的技能是要在哪里点啊？他好像是自己学高的吧？他不是、啊，我是掉地下，救命！加油！有猪，刚有猪在追我！哎呀，怎么跑来打我啊？关我什么事啊？精灵游侠，我是原始人，拿过棒子啊！我也是有棒棒。哦，我看到图案，你有技能哦？有，嗯、不要拿我练技能，我不是木人桩啊！反正你不扣血嘛。啊！你们打一个零滴，打一个人在打零滴的木头是怎么回事？啊，是我拍谁啊？我在打石头，拳头打木头。哎、欸，树倒了，树倒了，啊，树倒了，树倒去哪？树倒了。那石头怎么捡、啊？地上有石头。那个是灰宝宝，你可以揍他。你可以揍灰宝宝，他会把你抓走。这听起来不妙。我剩6滴血啊，怎么办啊？滴血呀！哎耶！哦，好多木材。我只想要拿石头，错了吗？石头在哪里？石头地上找一下。我刚刚地上捡的。哦。原木是在哪吗？还是什么？原木好像你可以打小树枝、小的小棵的树。对。一定要斧头砍诶、欸！斧头要5个木头跟2个石头。哦。石头怎么拿？地上，我们现在在找，我现在找地上。这是什么？哎、欸，那边有那个。我现在只觉得很烦，他那个耐力好快就耗完了。嗯，因为我们现在还那个吧，还是新手阶段。嗯，对。石斧、欸，这里石头可以捡这里。哦，我看到了，我要石斧。好像是要那种很小颗的才能捡。好像也蛮合理的啦，那我就直接拿棒子打石头，就会有东西掉出来。哦、要打石头，打石头，石头好难捡。啊，捡到了，捡到石头了。要4颗石头。对啊，这个好多、哦。我现在是有石斧，可是石斧还是不能敲石头啊。石斧那个石镐吧，石头砍树吧。那是一样镐吗？没有镐，可是没有镐子啊。那只能用捡的，主要石头，石头哦，石头这么缺哦。缺哦，缺爆，缺哦，缺哦，缺爆了！哎、欸，那哎呀，干嘛一直跑出来啦？他要指引你啊！哎呀，说回事，救命！有树人，有树妖，有树人妖哦！我不要去了，我剩6滴血。
月月，我来啦，月月。啊，就会跑啊，就打他。我丢五个石头，哎，后面有那个好的，猪猪，反正后面猪猪。好的，又进加空白，哇！我体力好少，能体力长一点。啊，体力好高。真的哎。快跑跑！哎，所以死掉东西会喷掉吗？会，喷原地。所以其实要很珍惜你的生命。快跑跑！阿旺讲说不会啊，阿旺不会，不会，真的不会啊！你可以去试看看，你可以去试看看，欸、少骗了。应该不会吧？这游戏不会啊，这么笨啊，过分啊！这游戏对啊，该再也不相信你们说话。啊，原来他会喷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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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侠有理，阿旺，我帮你了解啊，我这边有一个物理治疗棒棒，你怎么打我？我手打到，哎，我是治疗棒棒。哎、欸，谁我物理治疗你哦，卡在这边，谁不知道看到？可悲。我读，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红色图腾啊，它叫我们猎奇外皮，所以叫猎奇外皮。打路路吗？找它的外皮。打路。灰宝宝抓鬼。打路，我刚刚有看到路。等一下，那只怪物，它说你呀、啊？哎、欸。那个路好跑不会射野啊，闪光啊，闪光路好强啊、喔！好多石头，好多石头。做小木锤可以做其他东西是不是？哦，工具锤，工具锤过来，人家在砍树。灰宝宝过来，耶、哦， yeah, 他死了。你不要打我，要打我。我看把灰宝宝打完，然后繁星直接敲我一拳。右键哦，做小木锤之后按右键就可以来做建造东西了。哦，这是建造锤，它类似工作台的意思吗？应该是吧，算是工作台。我们界面上的就是按麦块界面上的那个小合成台。哦哦，那我要做了。啊，这边有没耐力。打不了路，那工作工具锤哦，工作台做出来就可以有新的合成方式了。太勇士，我、哦、们可能要先做工作台出来，因为它会跳一堆合成物品。它真的是跳一大，没有啊？你做我们大家都有了，哦，都有了吗？哦，嗯，建造菜单，工作台要十个木头，欸、木锤子要怎么收？哦，锤子收集。哦、旁边的那个在在那个点吧。制作台需要屋顶。啊！不能放野外哎、欸，居然要、哦、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不可以。好难搞、啊。所以屋顶要，所以屋顶要墙。我把路引过去了。有路，你要先有地基。他既有路，他好像不用地基也可以盖。他既的路，不要顺你呀、啊，路追不到啊！哎、欸，精灵游侠后面有一只路，精灵游侠杀你的路啊！哦，杀路，杀路，好。它是高、欸、高速公路哎、欸，他跑很快，高速公路，真是高速公路，不要跑，啊、不要跑、啊，我累了，我累了。这个杀他，哎、欸，你可以不要瞬移吗？啊，猜错了，所以你们看是瞬移的，对啊，对，哦，那看来打路的功夫交给你了，主机 看生物是正常移动的。那主机去追公路吧。嗯、对，屋顶哪一个？我随便了。人物有负重吗？有，他右我刚刚右下角有300，是不是？太远了、哦，用工作台这样可以用了吗？潜行有用吗？可以做木剑哦，可以了。木剑弓有没有弓？没有弓，只有木剑，只没有木弓吗？有啊，有出弓，有看到出弓。我看到锄头，我好像压到一只鹿了，但是他没有流血，是怎样？八个皮碎变成有弓啊！我刚看到，有弓有弓，没看到，有出弓啊！出弓，我也没看到哎、欸。他是要什么材料啊？啊，我会不会是你们还没有学到那个配方？工作锤跟那个工作台做出来的时候，我没学到。所以我自己要做个工作台，它才会有配方。我在猜会不会是这样，因为我刚刚是全部跳出啊，我刚没有注意到说它什么时候跳的。哦，有机会，因为我现在只能做木剑，我也只能做木剑。是做木剑，
那你们把怎么使用工作台啊？请问，用啊，用工作锤，然后右键可以选，可以选那个，可以选你要盖什么东西。然后是啊，第二个，第二个，哦，这只鹿会飞啊？女乐匠有跳东西了吗？哦，没有啊。要自己盖一个工作台啊？还是说你们没有打猪？我在啊，我知道，我在后面那个来，音乐来捡这个。我打皮革啊，哦、可以开木桩。哎、欸，睡啦！我把一个师傅弄爆了。哦、你怎么弄爆的？哎、欸，我解锁的东西了、欸。对，有。刚打猪有掉个皮碎片，那个好像做工的材料，应该是因为这样的。哦，跟麦块一样，取到什取得什么材料，他才获得那个配方。对对对，哦啊！说死亡后你会看到左边会跳有没有遗忘技能，如果没跳，应该就是没事。那要猜到、哦，所以是有几率性的这样。对，那个要猜到东西就是拿那个锤子，然后按中间会把它拆掉。嗯，哦，等一下，哦，按到了。那我要做一个做一把弓。我们要做弓的话，我们打多打点猪，猪猪猪猪。猪猪猪，你没有？你是猪猪吗？你好像是猪猪，不对，你是木头，你是鹿，猪猪，你是鹿，不对，这是鹿，这是鹿那个不见了。格西还可以升级，哎、欸，身上本来就有装备哦，一件、啊、一件一件衣服，你没有衣服，要穿上去，然后又穿上去我们都没有穿裤子哎。因为你死掉的话，好像就会掉吧，还是什么？哦、我好像爬脱。啊没有，然后金变态，我不小心把衣服脱了，觉得天气有点热啦。哦，哦，晚来如初呢，都在裸奔。嗯，那他可以坐床。我是不是要多跑步，然后增加自己的耐力呀、啊？哦，哎、欸，我们按 tab， 右上角那个两条键按下去。哦、就可以打架啊，不是吗？好哎、欸，不按，不按，我才不按呢！都不要关啊，都不要关啊，都不要关，开打、啊，打架，好恐怖哦！有输过没怕过？我很捡石头，我不要理你们。惊惊死哦！要天黑了，对，要天黑了。感觉我们要会不会出现怪啊？野人吗？萤火。然后沙威玛跑出来啊，太可怕了吧！啊，是别款游戏了哈。哦，我也在等那款出二代，那款二代感觉很赞。对啊，那个二代很棒，感觉画质很好。伐木巴等了。哟，石头，我刚听到这个是什么？树倒了，猪猪，哪有怪？树倒了可以压东西哦，可以。所以，哎、欸，回宝宝，你不要来，我在被树压到伤害了。有，看到有只鹿好像被树敲到了受伤。哦，哦，不要小心，不要树倒的时候提醒一下旁边人。臭宝宝，你不要潜到土里啊！干嘛？臭啊！有，我看到团团的，团团在打他。哎、欸，我砍到自己的木桩了，斧头坏掉该怎么办啊？再做一个吗？你可以在工作台那边修理，工作台可以修。哎、欸，我打不到他哎、欸，团团，他烧起来了。我决定我要先到处跑步来增加自己跑步的技能。这体力好好哦、喔。对啊，有了他死了啊，他死了。对啦，树哦，两个皮按到一半，真的是。他说几个皮？八个皮是不是？八个皮。我都摸到鹿头了，他瞬移了。是萤火虫吗？是反星。哎呀，你不可以再吃这东西了。哎、欸，这个火把真的好慢快啊！这树怎么倒成这样啊？缺木头啊！我把鹿赶过去了，工作台附近的人。没事，我们打不到，我们打不到他，我们已经尝试过了，不会丢。乖。他有扣血，他有扣血，嗯，行耶！繁星，繁星，繁星来了，来了，来了！哇，没有回报，有回报了！有我靠，你打六滴，我觉得，我觉得好冷，我觉得好冷，真的。哎，我被树压到了，
我在努力砍树、啊，我在努力把树砍掉。来，灰宝宝拍照，灰宝宝飞起来了，我剛剛很努力的在救你。我是被什么打到？你死了，你好像被树压死了。被树压死。灰宝宝，我石头，我石头拿够，我做个萤火。这把火炬啊，我没有啊，它会直接显示没有技能流失，这样还好。哎，我被伤很危险。等一下，哭我死了。啊！哎、欸，还一刀一个啊！哎、欸，等一下，你哎、欸，我们家里有一只一刀一个的骷髅啊！哎、欸、呀，那個、太强了吧！会不会是死掉的人就会变骷髅士兵啊？我看到了骷髅士兵哦，他会瞬移。为什么会有骷髅？哪、欸、有灰宝宝？他是不是很高等啊？他一刀一只哦！哎、欸，阿纪，阿纪，你看我这、欸，我超像柯南里面的坏人。哈哈哈！哎，这样太扯了。哎呦，没办法啊，他拿刀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护甲，对啊，我们手无寸铁，蛮正常的。手无寸铁，他从哪里跑来的、啊欸？看我啊，看我啊！感觉上不就很不像这边区域的啊？他咋？他咋？因为好像现在吸引他的仇恨，我来。啊！最近你有啊？你越被气了，还是有人死了？你越成为了经验值。你知道枯骨是不是？跟他晃。这里按仗着越。哎、欸，他是不是卡住了？他是不是被杰克的包包卡住了？哎、欸，哪里啊？什么包包就厉害？啊！我好小心啊！看到了！是打火灯是不是？哦，我踩到火了！啊！哈哈哈哈哈哈！火去！等小心，我在瞬移，为什么？在拉倒啊！哎，小心！为什么我在瞬移？为什么？为什么？快死了！死了！白骨碎片。哎，可是没有合成配方，是不是太？哎，我在船上哎。船上？啊，船上。船去哪里？去哪里？你们有看到我吗？没有啊。哪里？没有哎、欸。我没办法复活、啊。哎、欸。哎、欸，完了，你是中 bug 了吗？我现在站在阿基头上。啊？啊？啊？没看到呢。你在关？啊、我要关录音了，是不是？关录音。然后我瞬移到杰克旁边了，然后又瞬移到阿基头上。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是关导播吗？是不是？我不知道，好神秘哦！哎、欸，变回来，我可以动。哎、欸，啊，我不知道盖那里。啊，不过你要盖那里也可以啦。我只是试盖，看看我没有盖过，盖掉。等一下，还有什么那里？要卡了。是很好奇他怎么盖东西、欸。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浮在半空中。等一下。啊、哦，你可以创造。哦。拿一点武器给我们。俩掉。我又觉得冷了，你是多爱哦哦哇哦，你是多冷，煮肉肉，开始煮怎么样？要怎么修？靠近工作台啊就好了吗？按一，你按一，然后那边有个锤子，然后锤子按一按就可以修一修。锤子，不要靠工作台，做不会做东西也不要这样子，好恐怖。嗯。我在工作台了、啊、你按工作台按一嘛、嗯、然后又看到右下角不是很多什么石斧啊棍子的旁边有一个锤子哦，点那一直点那个就可以了，它好像不用耗材哦。哎、欸、我这边有肉，我回不来了，完蛋 了。你们死掉是直接就重生了吗？有要点什么吗？没有，没有啊，他就重生了。嘿，要重开吗？嗯，我重开一下哦，你们都在安全区哦。好，在安全区。我看阿旺是开启 PVP 模式，我看到他那个。他。嗯，是吗？说，哎，播广告，我打第一拳就没了。可恶 ！Q。哦、这一款好像有四武器可开哦。哦，
可能会比较稳哦。哦，啊，这样感觉会不错呢。那感觉是不是有点复杂？对啊，通常这种开伺服器的感觉都会很麻烦。好、哦，这个就交给小雨了。前提是他对这一款有兴趣啊。嗯，给他花300块买伺服那个都市服器，然后结果最后只有一个礼拜。哦，我重生了，我重生了，你们可以进来了。啊，你刚刚是卡 bug 吧？应该是卡 bug。我刚刚就变成可以到处瞬移的样子。哦，嗯，玩墓碑嘞。玩墓碑嘞！你是精灵游侠。定时增加生命力和耐力值。伺服器加伺服器，有官方有提供可以加伺服器啊，但是要钱啊。多少钱？正常啦。我再捞一笔，我再捞一笔。对，$14一次，然后每个月$14，每个月$14。哇哦，比他游戏还贵。对，比他游戏还贵。他真的好会哦，很会啊，真心会。然后就故意把那个什么，让本机自己连线的变很低，有没有？本机就是怪物都会瞬移还是什么的？这不就是低？D 开头的通讯软体的、哦，你要买会员，哦，你要买会员才会音质比较好。哦 ，D Moon 哦，哦 ，D Moon，哦，对不起啦，要记得我影片下面的会员呢，啊。那是谁？这是谁啊？谁是谁？我啊，怎么了？为什么看不到你的名字啊？我潜行啊，哦，名字哦，我潜行啊，哦。啊，好酷哦！蹲下真的是 ID 都不见哎，欸，麦块也是啊，怎么了？没有啊，我想说这种类型游戏通常不会是做这个设定，家里面有食物，食物可以再放那个。这是谁？哦，嗯，哈哈笑啊！招谁了吧？开，我在看谁有开。哦，用这么打的看吗？听说我们是有开吗？哦，这个是啥？没有，没开到啊。好练潜行哦。哦，所以宝石度决定你的血量最大上限，还有耐力好像也会增加。哦，还有可能他刚刚那个登录的时候讲，他说吃的东西决定你的血量跟耐力值，所以要吃好一点啊，哦，各位。哎，好痛啊！被水压到！哇哇哇哇哇！砍树！树倒了，树牛倒哪里？树牛倒哪里？哦，考验我们是不是合格的伐木工？不是，那树自己瞬移了，树卡在上面呐，树也会瞬移。我砍伐8等了，他下不来，他被另一个树卡住了，顶不起来。哎呦，他直接掉下来了。连锁反应哦，连锁反应。你说一根倒，全部倒一倒这样子吗？倒了3根啊，白痴哦！哇，他一直倒过去，敲到另外一棵树了。骨牌效应哦，还蛮不错的，我们就这样砍好了啦。然后等一下我们所有人都被压，我所有人都被压死。对，等一下看到我们所有人那个骨牌效应，哎，倒了，砰砰砰，然后都死了。哎，我拿树脂，哎，可以做盾牌哎。有啊，他有格挡哎，有可以练格挡。哎，欸，我把那个树脂放在箱子里面，你们可以拿一下。嗯，哦，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吓死我了！哦，那几个木头，40个。反正就疯狂倒哎，欸，要修。哇，木头捡起来。哦，天亮了。这个人也是蛮强壮的，可以扛那么多原木，跟史蒂夫一样啊。对啊，真强壮。是石头的产量是不是有点少？第二天，有人要到处绕一下，不然就本有搞的。你怎么是叫帅气？刚刚到三边那边很多啦。三边，嗯，地图的右上角。会不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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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树倒啦，滚走了。我看这个树，它掉到土里面了，我看不到它。
白兽是树，哎，把树压到了，肉树滚来滚去，然后还压到，这到底是？好，他明明就已经在地板上了。哎、欸，他真的有在算房屋的力学、欸，你放越远啊都没有柱子，它就会越变越红。嗯，哦，它变红，然后就会垮。对啊，会塌，然后就会垮掉啊，对吧、啊？那如果那个就红的，跳吗？你负重太多了，你可以跳跳看啊，看会不会掉下去。但我掉把它弄垮了，你会打我吗？我会啊，你怎么觉得不会呢？我会的、啊、吗？我会啊。哎呀，停更啊，停更啊！感觉要多打一点皮革，真的、嗯、做工，然后我们就再打路，就打路、啊、就会打路了。什么乌鸦在这里呀、啊？哦，为什么箱子不能一起用啦？它位置在你附近，你可能我木头，我五十个木头就放这边，你拆掉好像就是五十个木头，应该吧？我去，我去捡石头好了，你都在敲木头的话，哎呦，好多！到处找石头，人家一捆就是五十个。啊，我木头丢地上了啦，水哦，我是放箱子里面，没有箱子刚刚大家在抢着用啊。啊，你这个要那个，我先拆掉啊，对不起。可以。哦，可以耶！哦，全部拆光光。对，全部拆光好像就回到身上。对，五十个。我放在、哦、这里。好、哦，吃了复魂子多加一滴血，二变二十六。哦，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会说，如果哈基来盖房子会疯掉，因为他没有网格线。哦，你很难对称、哦，超级难。可是他有类似磁铁的东西啊，不是吗？但是就是 对，但是你如果一般纯粹立柱的话，很难对到刚刚好完全整齐，太难了。哦，是就像 ARK， 你要从一个点开始扩散出去盖。没错，这个有难度，你有量。啊，猪是都睡着了是不是？哦，猪在这，猪在这，哇塞，三只啊，救命啊！哎、欸，哪里歪了？嗯，对，雾。好，最近淡水雾也超重了。好 confused 啊！嘿，怎么还是啊？算了，就让他歪吧。阿旺，你是在哪里啊？我先回来，我拿一些果子回来。我拿一些果子回来，在我胃里面。没有啦，我是那种人吗？嗯，看到了，猪猪过来，猪猪。哎、欸，大家那个，我在箱里面放了八个果子啊，自己拿。发发果子，好，八个果子，发发给的果子，果子你头发那边拿是不是？果子怎么够吃？你要打猪，我啃肉。啊，杰克不是要打猪？对啊，哪里？来啊，来来，你来，我来啊，来来，你来，我先做你一拳，我先做你一拳，我先做你一拳。我长像猪吗？请问的？哦。他说啊，可是你跟猪的关系不错。哦，哦，乌鸦一直来了，在嘛？他在给我们提示。刚刚这里看到的。啊，灰宝宝，去死啦！去死啦！哎呦，在前面。回你去。先回一些体力吧。回你去死啦！啊，我还有按到画面外面了。哎，路。爱路，爱路啊，爱路啊，爱路在捆呢、啊。爱路、啊，哎、三只呢、欸，有三只、欸哎啊，一只一只打、啊，有怕过没输过？哦，好难，输过没怕过？哎、欸，偷一点，偷一点。你刚刚是不是讲反了？我怕过，我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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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我，你打他。树根部挖掉的话，会不会再长新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卡住了，笨鹿？他不见了，瞬移了。哎、欸，不是啊，灰宝宝，你走开啦！他是有灰宝，你是想要被打是不是？小凶，哇，你很凶呢、欸！他一直追我，不打他很奇怪、欸。拉姆斯肉被像壳一样。他只是想跟你玩而已啊！哎、欸，杰克很凶哎、欸，你敲了下我15滴耶、欸，我斧头八阶、欸，很快呢、欸，加buff哎、欸！前面那边还有加 buff 斧头，真的要练技能呢、欸，技能影响伤害、欸。嗯，
为什么这只啊？这只的头上有个黄点哦，烦了。黄点哦，哎，队友呢？我队友都不见了，因为我没看到。它是不能吃同样的食物啊。嗯，好像是只能吃三种均衡饮食。前面呢？请均衡。那我可以全部吃肉吗？只是不同的肉吗？羊肉、猪肉全部吃一遍。你可以试看看。可以踹踹吸，被撞一下。哇，哎、欸，会被撞哎、欸。那个树干、欸、要树影的啦。那个树干也可以敲掉哎、欸。嗯，是啊是啊。它的根部。对，有强迫症的记得安好哈。哎、欸，我们的人长两公尺哦、喔，我们已经人呢、欸、都很高呢、欸。对啊，我们人很高哎、欸，因为他说我盖一个柱子两公尺的，然后我人站在旁边跟他一样高。哦、哇哇 哇，我们营养很好哎、欸，哇哦，我是维京人哎、欸，也是啦，维京人都吃很好嘛。哦，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吃肉肉。啊，还有猪吗？好像没，哎、欸，啊没了。嗯，没啊。好多路啊，好多路啊，好多路啊，痛苦哦。应该可以盖看看啊。再说那个半墙就是、啊。请问潜行到底能干嘛？这是潜行 ID 而已嘛？我的天啊！还练潜行了吗？还说潜行？还说潜行可以让路看到？我靠近路都会跑啊。欸、我看潜行中间有一条、欸，可以。哎、欸，路不要路，太近了，不行，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会动的人。这要怎么剪啊？哪一个？就是、你要那个，你用工具锤，然后按中间。哦，是按中哦，工具锤中间啊。嗯。哦。哦，请追到哪了？他自己。这里好多石头、哦，哎、欸，谁的肉？好多，好多路哦。有人肉忘了放着变木炭了。烤成木炭、啊。烧太久了，我要焦了。太久了，变木炭。太真实了吧？所以你还要算时机把它拿起来。你要对啊，那个啊，要配的音乐啊，噔噔噔噔噔噔。玩错游戏了吧。哇、wow, 哦！来，我是一个美果虫，我是一个美果虫。哦，谁啊？伐木工，伐木工。哇，我多死路了，碎的，碎了，碎了，没有路皮了。路王打 boss， 路王打 boss 哦！我们要在两小时内退款，加油！打不打？哎、欸，潜行真的可以，就慢慢走，慢慢走，不要走太快。哦，不要尾随他，就慢慢走。假装你是颗美果虫，他把自己当成美果虫。对，你为什么就没办法对齐？哦，白痴，我被一间房子卡住啊！哦，你说那个废弃的对不对？我刚刚有看到他，我被他卡住了啦。里面有什么东西吗？没有，没东西，我把它拆了。啊！修复棍子，我手上有莓果，鹿要不要吃？对，靠近我，对。哦，哎、欸，有锄头可以整地耶！哦哦，可以种啊，种东西就对了。哦，其实打猪也会有那个皮碎片，是啊，就是打猪的啊，皮碎片就是打猪来的。嗯，呜呼。怎么会有？为什么会有？我、哦、喂，你在那边锤，我这边也会震啊！你是在辟地是不是？我在挖平地，好晃啊，超晃，你知道吗？晃到不行！哎、欸，团团啊，你的地基被我挖掉了。你过来！哦，意思，哦，意思，你下了，开打，开打！你不要打我，你不要补啊！尼泊啊，这边有三个，它也可以上升，那有可以下降吗？这是什么？铺平？哎、欸，你刚刚说装备怎么穿？就按右键，它就会说组装。哦，啊没有就是没有的，对不对？你看到我衣服、欸，
哦，你的衣服通常在左下角吧？没有吗？哦，嗯，难尼啊！哦，我脱掉了，白痴哦！原来是脱掉的部分。嗨，杰瑞，嗨，是要去探险是不是？对啊，探险看有什么好玩的。走啊！他是只有把地面升高，没有把地面挖低吗？哦哦、村落吗？哎、欸，这是村庄哎、欸。那你那个也太那个锤子也太好笑了吧？废弃村庄哎、欸，白痴！我拿皮哥又做了一件衣服。哎、欸，这有箱子。哎、欸，这里好完整哦。我直接翻过来好了。真、哦、假的？在哪里？哦，很难讲哎、欸。羊有没有？你就那个羊角符号。这锤子、啊、的哪个方向？一直往上，哦、正上方。有哎、欸、有哎、欸，有看到阿旺了。哦、你们按 N， 然后右下角有一个对其他玩家可见，那我们就都打开吧。哦、对， 对哦有哎、欸、哦，这很赞，这可以找到大家。欸、有哎、欸，这边就算、欸、这边算是一个村庄哎、欸，对吧、啊？这边好多好多间房子、欸。我刚刚拿到碎石，阿旺阿旺来一下，那是不是直接住在那里就好了？看一下有没有我要去看。有合成哦，有有有有哇，碎石雕碎石吗？哦，有有，刚拿像今天拿到的。拿碎石去传授技术哎呀哎呦跳不起来、这要整片怎么了怎么了差点木头滚到我哦对没有东西啦没有没有我看到了哎有猪有猪打他猪他有骨头呢猪有骨拿来过来啊！哦哦，他好会，他好会，风烧轴哎。其实右键格挡伤害还蛮 OK 的、欸。来啊！哎、欸，对，还不错、欸。基本上可以完全格挡。嗯哦，生肉。哦，三角屋，很多间哎、欸，这是一整个。上面还就是有果园，有个火把。哎、欸，来来来，传、啊、授知识，传授知识，经营游侠，来来来。我期望看到，我期望看到的是高脚屋，就居然是三角屋啊！嗯，哦，拿到了，碎石。对，在杰克那边、啊。碎石传授技术。哎、欸，啊、哦，好拿了。他手飞好远。哎哎、欸欸，为什么那个？哎、欸，有一只灰宝宝。灰宝宝。不是不是，他好大只哦！等一下，这旁不是灰寶寶。还好吧。灰矮人。哦，灰矮人。欸、对，要变矮人。他刚丢我石头、哦，他可以丢石头，应该丢石头不就很厉害？哎哎哎，丢石头厉害！哎、欸，啊对，我不要住在这兒，拜拜，我要回去了。难怪这里会被屠村啊！哇、欸，萨满哎，灰矮人萨满啊！我跟你讲，这里太危险了，我要回去了，拜拜。我要被毒死了！啊，我要死了！救命啊！哎、欸，我要死了！要退啊！我要退啊！好多只，好多只要退啊！哎、欸、哎、欸，好，这里太危险了，好像有点恐怖哎、欸，这边太危险了，好危险了，这边太危险，人呢、欸？赶快走人哦！哦，刚刚的大其实他们的家吧，不是其实他们的家，自己自己走了，他们丢，走走走，危险了，危险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阿贝，出事了，阿贝，村庄。难怪没住人，没有啊，搞不好那是他们的村庄啊，那是他们的，然后你还想去掠夺我们家？你还偷我们的碎石，偷我们的地主？我回来了，阿旺还没后面。哎呦，树皮是好多石头、哦，他好像很想杀我、哦，我拖两只火车回家。你自己想办法解决他、啊，不要带回来。等一下，他在丢石头丢我。我、哦、是不是砸到了？哎、欸，嗨，阿王。嗨、欸，我的路呢、欸？我的尸体也太远了吧？怎么修锤子、啊？小心哦、喔，底下有两只矮人哦、喔啊。工作台，矮人跑掉了，矮人跑掉了。我掉了的路嘞。一个小锤子。哦，你的路在那边，你的路在那边。哪里？在前面，在正前方，跑过去了。五个。他剩三分之一血、啊。对。
那对，他往那边走了。这有铺平吗？我找一下。可是这样范围一个范围都把。不是我看到一个，我看到，不要怕，不要，不要，不要，你啊，你！我叫你不要跑。好，我来，我来。没有啊，我刚。你刚刚没有看到他跑啊！我刚刚看到他停在那。还有另外一只鹿。哦，覆盆子，是往铺平吗？嗯，没偷偷摸摸，中间有，没有又高了一点。我吃一个好了。嗯，吃。这有平啊？我觉得他没平啊。强迫症。欸，我打到一个灰矮人之眼呢、欸！哦哦，可以放眼上变灰矮人之眼吗？可以变灰矮人吗？变身是不是？然后我就把你杀了，跟你讲。升级需要这些东西。欸，我怎么做了一个新的白痴哦？那两等我不太看不太懂哎。烹饪食材，欸哦、我把肉丢上去了、哦，那他什么时候会好啊？哦、还是就、哦、我们工作堂要升级？哦，没事没事，你继续。没有，我只是不知道那个肉什么时候好了。你就、哦、要听啊，有了。你是认真吗？有，我听到了，我听到音乐了。不是不是，要等要等要等。我很认真哎。这工作堂要吃熟肉。哦，好肉。哦不，鹿呢？哦，我知道地图那个白色箭头了，那是风向，风吹的方向。哦哦哦！一直在想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顺着风比较快没？木盾哦，要皮革哦，什么都要皮革，这要先做工啦，至少有工才能、啊、才能弄鹿啦，才能弄鹿。两个了，我那边应该五个对不对？那再差一个。是工作团要升级。树倒喽，树倒喽，倒喽，倒喽，倒喽。建造菜单，对，中建移除。看我们图书区啊。放置。都没有哎、欸，好完美啊！还在盖街啊？哎、欸，这是红色是什么？还有一个这个石碑、欸。哦，它的茅草屋顶居然不需要采茅草、欸，哎、欸、我拿到生肉了，那草是哪里来的？对啊，我想问它草是哪来的？树皮吧之类，应该不是茅草。升级不起来，算了。所以工作塔要怎么做升级啊？一级是工作塔、欸，捡石头。Upgrade。哎，对，目前目标赶快用过来，种子。灰宝宝，你干嘛？你是不是欠揍？哇，假派！不是、啊，他就朝着一副过来要揍我的样子，我不揍他怎么行呢？哦，这样子修东西啊！哦，有三个皮了，然后可以回去做一把弓。哦、不对啊，这是修复，那有没有？为什么鹿有一颗心呢、啊？警戒吗？打一个屁屁。不是不是，他有一颗星级耶，他是比较强吗、哦？可能哦，会不会掉比较多东西？他就是 boss 有没有？他就是，他会变身，跑太快了啦！啊，他有速度加变身、啊，速度、啊。哎、欸，有一只鹿跑回家了，有一只鹿跑回家了，一星的鹿吗？对，一星的鹿他跑回家了。对，月，要不要？我在忙。我赢啊！辅助辅助赢！我在那个谁后面杀气的阿纪，哎呀，他打零级了，你打零这次传一半了，打他妈妈！这个不要跑，这可不可以站在乌鸦上？哎、欸，卡住了，我可以、哦、走了，是那个卡住，基本上是那个。哎呀，乌鸦，我怎么没有对齐？月月在追谁？我在追一头鹿，我、哦、看到了。哦，这边有一间三角屋哎、欸，看起来像一个变态啊！变态，变态！我不去。潜行也会升级啊、哦？对啊，会。刚才升。
潜行会耗体力？会啊，会会，讲不到吧？莫名其妙，讲不到吧？他要专注啊，专注在潜行。是你半蹲走，你也会耗体力啊。也对啦哦，其实多少有道理。啊，好啦，那个信使可以不要再怂了吗？很吵。就把他点掉啊！你就过去点他一下，之后不再出现那个人。是的吗？你就问他，跟他聊天。他只是要跟你介绍东西，他不会重复的、啊、那个。我一直以为是家里有一个解掉，家里有一个那个杰瑞彪，哪个？家里有个杰瑞啊，跑了。那个就是一心路，可恶。好，我等一下。他在旋转你。好，那个珍惜路上小心，感谢超级留言。回他。为什么听到外面有怪物的声音啊？不是，那是煮肉的声音。啊！肉麦糟！哎呀，我怎么一直掉下去？我要吃肉，过来！哦，树林里好黑哦。哎，我在靠，怎么跳不到屋顶上啊？可恶！就拿，你要拿 AT 啊！哎呀，我还需要三个皮革。哎。里面的还有吗？我刚拿了，我刚拿了，拿就是血战。什么啊？木炭新材料。哇塞！可能新物品蘑菇。哦。那有怪的声音。你就咕咕咕这种声音吗？就是，啊是树灰宝宝。啊哦！我怎么把墙壁拆了？好像是北南的，你说哪一个？灰宝宝，他就会动不动就来弄你一下。对啊，然后你要打他就开始跑。他就是小孩子嘛，他想跟你玩。乖，乖，我拿石斧跟你玩。找爸爸妈妈来朝你丢石头。那我还是先走好了。他等下他找他爷爷来喷毒给你哦。哪有？凶的嘞，不啊，有猪，气死你！在家里也碰不到了。哈哈，哎，你可以站，你可以跳在它上面哦。哦，这里可以做睡觉日。对啊，那是床，你可以跳在乌鸦上。复活电影耶！神了，神走，半血的路，半血的路。他吃的越好，伤害越高、欸，又不伤害那个血量，血量啊！有一只鹿冲到工作台那边了。算了算了，不追那头粮。哇，还要做粮哦！哎、欸，那只鹿开始了，干你老子追不上啦！啊，杰克的怒吼！我有功，我有功啊！妈，我两只腿耶！他有四条腿、欸。他有四条腿。你以为啊？他有四条腿。你以为啊？看一下。哦，我就要把你杀掉。圆圆，你要回去了吗？你就回去啦、啊。怎么了？那你把这个拿回去。什么东西？阿弟，阿弟来了。肉、哦、皮革。慢慢来。放松。哎、欸，不怎么会？啊，石头也顺便好。他那种子。你奶仔。他没有金蛋号啊！我这边没看到，他没有金蛋号。我看他一下哦，就他应该是运一下到了，合运哦，突出去，合运哦，哎、欸，你怎么知道？哎、欸，天空像那种弄得蛮漂亮的呢，对啊，他星星超多的、欸，他们有一棵树哎、欸，那个世界之树吗？我们去砍一棵树啊，哦，世界树，哦，世界树哦，哦，世界树哎、欸，他不见了，哇，那世界树可不可以爬上去啊？哦、我打中哦有一只鹿，有一只鹿没打啥意思，打死了。是他有皮革吗？有，他有鹿皮。哦，有新东西。走。哦，我要做弓箭。哎、欸，所以鹿皮那可以召唤鹿王了吗？哎、欸，那试验看了。哎、欸，有鹿皮就可以了吧？好，那他的房子被弄爆啊！应该小子打 boss 这个弄爆也没关系啊，因为我发现他有个问题。哎呀，什么问题？
它的如果像我要盖在这种 不平的地方的话，它很难到刚好到同一个高度，因为它的尺寸就只有一尺跟两公尺。哦，对，然后它的地形又是非常的，对，你懂的，所以其实超难。我到现在没有办法把他们接在一起，我快疯了。所以毁了就算了吧。哎呦，你是从哪边？你是两边接起来吗？没有，你看它的地板，它的地板是斜坡嘛，但是呢，它的那个建物的柱子的尺寸只有一公尺跟两公尺，然后你看这样斜坡下来的话，你可能斜到这边没算，没有去算说它可能降刚好降一公尺这样。它哦，懂你的意思，懂意思了吧？懂意思哈，对，因为像麦块的话就是一格一格方格嘛，就很好算，它这个没有。那就是你要拿那个锄头去把地整平，对，整到一样高。真的，那是太麻烦了、嗯，我的天哪、啊！你们来打看，来啊，打路啊，打路啊！然后先回家我先。对，然后可是我想先吃东西。对，里面有食，有那样，有肉，然后有草莓跟蘑菇，好像都可以吃。我要吃肉。我没有吃吗？我要吃肉。一堆人手举着在那边晃。那能不能拿一个啊？好像直接右键就可以吃一次了。哦，好。哦，你也吃太多了吧？耶！出工又回来了。出工。那我的我弓箭再多做。所以箭那个弓箭是要什么加什么？我来看一下。皮革加木头。我没关系，我好像没皮革。有点多。而且皮革要八个才能做一个。太麻烦了。哎、欸，灰宝宝。嗨，灰宝宝，哪里？灰在灰灰啊灰啊灰啊！那、床的话，还是先我们先把记录点记下来。可以。灰宝宝掉树脂，他是木头人。对，木头人。欸、你们还有三个碎石吗？那三个好像是对，是捡到的，捡来的。对，不知道哪里。哦，就刚村庄捡的、啊，村庄那边的吧？对。嗯、可他碎石可以做其他工具吗？应该是可以，有刚看到碎石的、斧头跟刀吧，是不是？有没有类似镐子的东西啊？可以敲石头？没有，没看，刚没有看到。嗯，要先盖床吗？先把床盖。对。好了，帮你们盖啦。所以我们是几个人躺一张床？哦，没有，那一个人只能躺一张啊，无人认领的床。你知道我刚刚想说是，我们所有人躺一张，不行，他没办法，他没办法，就会写名字了。啊，我给我很羞丢啊！他写名字。我们几个人啊？一二三，一二 ，Good night， 七个人啊，云月结构，这个结构，那还会一千多。好，第七个就睡着了。阿静，你要来重新记一下点。主，哇，主哇，主位，主位，床的主位。你要睡主位啊！我躺好了，我躺好了，我躺这里，躺我躺这里了。哎、欸，床铺需要靠近萤火啊！这里没有萤火不能睡。好啊，盖一个嘛。这几个那个床，再盖一个，盖一个，盖一个。萤火在哪里啊？在其他。叫石头哦，去拿。阿旺接过一下，好，拍谁？缺少必需品，要去拿石头。你们有石头吗？有，我有。我有18，我都塞箱子了，箱子也是满。好，我拿十块，我是缺木头。来，我来盖。哦，打那只鸟在我身上好烦啊！在你身上？被挡住了，接着接着。为什么开扫不能放啊？还说只能放在土上面啊？它只放在土上下、啊。那我放这里，我们正下方，我们被火熏了、啊，我被火熏了、啊。好，可以了，可以了，我可以躺了，我可以躺了。天哪，不是，刚不会烧起来？我觉得这个房子真冒烟、白天了啦，白天了啦，白天了，白天。都有记了哈，有记了，有记了。来，只有我小睡了一晚。打 boss 啊！
线上竞品，线上他的皮吧，应该没错吧。好，我怎么觉得他会逃跑，不是打架。早上他就知道了，放。早上就知道了，放啊。是皮耶，他说什么事也没发生，不是皮耶。啊，不是皮哦。对啊，那是什么？科文。对啊，我点入皮没用。猎奇外皮，所以可能不只是鹿的啦，啊不是很多的皮、那個。我看到了，我刚刚战利品也放在上面，他写说要两个鹿的战利品，要两个、哦。对，哦、我这边就一个，要再打一个。哦，好吧。哦，要求真多、欸。对啊，要求很多，还打错，要求还打错，要求还打错。哎、欸，那不要走啊，回来啊。哎、欸，你有是不是？怎么没发生啊？你有一个，你是两个吗？我五个啊。战利品吗？战利品吗？对啊，战利品啊，我也有啊，有什么问题？放放看，哦，还缺一个，啊，我缺一个，不完整的，这到底要放哪些东西啊？对，鹿的战利品哦，嗯，我给了啊，没有两个，要两个，我这边还有一个，那你给我，啊，杰克，在杰克身上，哦，给繁星，给繁星，我在传接东西，哎，要去哪里？哦，好，我刚看到飞走了，好。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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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晃好晃，大家先跑掉这样子吗？你这声音哪里？哦，应该太懒了吧？他聚集了一个地方，我在那边。哇，赤血淋漓！打他！他开店了！啊！要砍！好麻好麻好麻！好麻哦！打屁屁！你会快打屁屁！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耐力了，我没耐力了。要吃个东西，太帅了吧！我要回家吃东西，我要回家吃东西。哎呦喂啊！我剩一滴，我剩一滴血，可以隔挡对不对？敲他，敲他，敲他！可以隔挡啊，大家！痛！记得隔挡啊！隔挡可以，隔挡可以，隔挡。你在最远的。他失忆了。啊！我死了。杰克人在这个飞起，我不知道被他哪里快点刀哦！哎呦，挡住了！格挡格挡，有他有他！被打人格挡！嗯，我回个血，格挡有他，他跑走了。你要去哪里？打屁屁！他是卡，打屁屁！好远！哎呦，突然飙升，他是跑走了，跑掉了。啊！你们是拿斧头打他，还是拿腿？没有，我拿棍棒啊！哎呦！拿你最痛的打！哎呀，瞬移了！哎呦，痛！我剩四滴，救命！你可以再吃一点，吃什么？我没有东西吃啊！哎呀！哎呦，还好我有防御，不然我真的是尴尬。我刚刚有哎，好，应该到底有没有按到，我不知道。哎呦！简普攻音，啊，干嘛？等一下。哎、欸，我看往天上跑、欸，哎，我都没有回到、欸，哎，我的天哪！哎呦，哇，我变墓碑啦！没事，你会复活的。我哭啊！他命只有一条，我们的命有好几条。对，叠尸战法，这是我们的优势。我拿火把不能格挡哦。精灵游侠，你快死了，游侠！哎、欸，对，拿火把不能格挡、欸。哎。哇！格挡一级，格挡一级，防御啊，来不及了。可是格挡还是会被破甲，是不是没了？没体力耶！我也是没体力啊！我看到精灵游侠的墓碑，我来帮忙了。2.0来了，2.0，你不要掉头，不要掉头。打前面，对，打前面，好痛！对，打杰瑞，打杰瑞。屁股啊！对不起，不要！打屁屁！啊，我没体了，啊，我去吃东西。啊！电死啦！他砍了好多树啊！过来！哎，宝宝，宝宝走开！太乱了，我走开啦！防御。好好吃啊！哦，是十一滴。喂，宝宝走开！吃，再一下，再来！耶！
会宝宝，所以是可以剥皮吗？哦，有了战利品，战利品还是什么？然后收集战利品，啊、鹿角稿，哦，稿子，有稿子了。有稿子的是不是、欸？是大家都有拿到鹿角吗？当然没有啊，没有啊！传授，传授，传授！对一下，哦，有了，有了，有了！我也要传授技能。好、哦啊，在隐约身上吗？现在隐约身上。他的战利品。啊，这鹿角，来来来来来来，战利品，战利品，传授，传授，传授，哎、欸，战利品是不是要去那个我们那个挂？应该是。鹿角嘞？鹿角，精灵游侠。我丢错了，在我身上了。好 ，Q 出来。下一位。下一位。哇、哦，好大的战利品！拿到会干嘛？会就解锁那个、啊、配方啊！对啊，配方。哦，那我去。我负重太多，你哭吧。所以这边是可以一直刷他的意思，哎。恭喜你！恭喜你这个我没有稿子哦。这个就是想要刷这只网的话，可以刷。怎么捡？然后怎么捡起来？可以乱很多稿吧？靠近就会捡起来了吧？捡到了吗？那不是那个？没有哎。这个果被捡走了，欸、那没有被捡走了，被谁捡走了？它食物的效果是会消失的，没看到啊？你会消化吗？它慢慢的不见。我没有解锁任何东西耶，你要捡到鹿角有，鹿角有，战利品没有？啊，战利哦，那鹿角在身上。鹿角现在刚刚我丢给繁星，可是繁星我没捡到啊？哎、欸，嗯，哎、欸，不见了、欸。那杰瑞，你身上也没有吗？没有，没有，身上没有。当我丢给繁星之后，我这边没有，我没了。哇 ，bug 了吗？不见了。他丢到深渊了。哇，寻找一下。我是虚空。哎、欸，等一下，我是不是看到了？你去捡一下看。在哪里？哎、欸，陨月是拿走了。不是啊，那个是战利品。刚刚是我丢，那是战利品。哦、那是战利品啊。大的那个是战利品，有一个小小白白的那个才是鹿角。哇，嗯，那再打一次啊！有东西够吗？东西够可以再打、啊，不够啊！不是要对啊，不是要弄那个要打鹿、啊、要鹿头的战利品啊！有攻了就有攻，应该就很快了啦。嗯，要杰瑞打哇，可惜了。再打鹿，再打鹿，这什么东西有丢了？猪哦，我有一只猪卡在这里。猪哦，饿包，饿包，饿包，想吸东西啊？对，嘿，宝宝。想不敢开 PVP， 不敢，不敢，直接讲不敢。一个鹿角就可以做稿子了，可是刚刚刚刚刚有三个，刚刚三个，两个还三个吧？嗯，见了，一星鹿、欸、有冲啊！一星鹿哪里？一星鹿，一星鹿哪里？我再往回家赶了。看来说好的猪呢？传授技能要放找箱子，对，找箱真的比较快，而且呢也不会不见。嗯，哎呀，比较安全。有没有看到猪在跑？哪里？那块布晒在阳光下了。哦，看到。哦，那我要去打野猪才能做工哎，我要去找野猪啊！我要去找野猪啊！就大家都在找野猪。啾啾，大气野哈记。嘿、hey. ，啊，来不及了！哎、欸、哎、欸，看到一只鹿，嗨，你好，一星鹿哦，顺、欸、走了，直接顺不见，顺、哦、走了，那睡眼过分哎、欸，打这个猪吗？哎、欸，哪里有猪猪啊？在天上飞呀、啊！什么猪？这猪血太多了吧？为什么这个猪大？打不痛啊！因为有时候攻击会爆。哦，延迟完了，我惹了三只猪，厉害啊！呢？你在哪？走了，我走了。找你。那你这样就是惹到三猪哎、欸。对啊，三猪，救命哦！来了，被三猪打了哈、哦。我把他拉回家。对、欸，他想撞屁屁。记得刚这里很多猪啊，猪嘞。猪到底在哪边比较多啊？哼，打一下你就不安，啊哟，痛，很正常啊。你被打到不安啊？他前面很凶啊！你打你被打你会亢奋吗？好爽啊！
没有，这就是战斗的味道。还射什么？打架燃烧。猪猪，看到猪啦！猪猪，猪猪。出品。耶！耶！冲啊！猪猪，哇！一锤就锤死猪了。哦，要有暴击吧？嗯，暴击，然后你的等级很够高了。等一下，我锤死一只猪，另外一只猪也死掉，是怎么回事？连锁是不是？我是有装了什么技能可以让它连锁死亡，是不是？好像有点强哦，伤害会扩散。嗯。是说它这肉应该不会坏吧？应该没有新鲜度吧？哎、欸，好不好有哦、啊？啊，我好像找另外一块石碑、欸。哦，有没有残珠的、啊？因为我战利品。哎呦，没有。我们是要拿回去祭坛啊！刚刚不是说我们那边重生点有祭坛嘛？要把那个战利品拿回去，应该下一个石碑就会亮起来吧？嗯，哦，应该是。那战利品要不要去放一下？我放在箱子里面了。有人在家吗？我在家。那你去放一下。啊？放 TP？ 没有 TP。战利品的时候放在那个祭坛那边，会发现下一个点还什么的。好，那我放。你说放猪的吗？没有，那个刚鹿头的。哦，你是说鹿王的哦？最哦，我看到了，最一开始那边的。好，我去放，我去放，那下面。欸、都没三只，哎、欸，都没有猪猪嘞。哦，刚哎，死光，还有杰克，哎，打一下，六个皮了，还差两个皮。要做箭矢是不是？嗯、对，要做箭矢。猪猪，哎、欸，猪猪怎么看到人就撞啊？啊，灰宝宝，他至少不看到你就跑啊，你看到就跑，你打、欸。是啦，就像我们的鹿。对啊。哈哈，我觉得灰宝宝那么硬啊！好好，捡捡捡捡捡，到处都有废弃的建筑，你也都被灰宝宝弄爆了吧？啊，有箱子！哦，这什么羽毛？可以做那个吗？箭矢？还是箭矢不用羽毛，箭矢木头就好。没有、oh. 没有跳新的东西，琥珀。啊！我看到猪生成的瞬间，从天上掉下来啊！抓到！原来是上帝说这边猪太少了，放一点是不是？没有，搞不好他掷骰子了。哦，金火成立。哦，我右下角出现了一个，一个鹿的那个形状的图案，哎、欸啊，你有吗？你们右下角没有？左下角没有？血量旁边没有？你们可以来我这边一下下吗？哎、欸，这个上帝他在这边放了蘑菇生怪砖诶、欸，蘑菇，我一直捡蘑菇，它都不会不见。太扯了吧！我已经捡了两组蘑菇了，好妖啊！太多了吧！你们可以过来这边一起捡捡看啊！为什么啊？杰瑞，你刚刚继续说刚那个，那个神力好像是你们要每个人都要来按。哦哦，对。哎、欸，我找到另外一个鹿的祭坛，另一只的、哦，就你有没有也是鹿的啊？哦。我刚看好像没有那个哎、欸，就是他那个引路，就是下一只的，他也没有亮，就只有挂钩。哇哇！喂宝宝，喂宝宝，喂宝宝，哪里呀、啊？蘑菇生怪砖。啊，你看我的位置在这边。哈！要捡爆，捡个两组好了。为什么这个位置会这样啊？好奇怪哦！你捡捡看看你会不会有？我看不到蘑菇啊，这边没有蘑菇啊。你继续捡、那我给你。
我给你。那你就负责采收蘑菇了。对啊，这边全部都是。太多了吧。然后我就是这样捡它。啊，就回去弄一个箱子，然后放放满它。所以蘑菇是可以吃的吗？可以直接吃吗？可以。可以啊，可是。好奇怪。拿好拿满。对啊。这游戏的 bug 还是很多，前期嘛，对啊。繁星，你看到这边有蘑菇吗？繁星也是，我只捡东西可以按住哦。我只看到你一直在踩而已，没有看到这边有啊。哦，那繁星，你看这个给你，我知道啊。好了，现在都可能找到。对吧，只有我才能找到的地方。搞不好我们受到上帝眷顾的人。搞不好会有石头石怪钻啊，可是天选之人是谁不知道。所以我是蘑菇之人了吗？我的天哪，蘑菇人。我是蘑菇人。刚好被你找到那个点而已。对吧，是阿姑哦。阿姑是什么啦？阿姑听起来。我走到海边了耶。哦，海的另一面是不是有另一个国家会打我们啊？我走啊，不好说呢。马尔蒂夫嘛。哦，然后箱子的东西我都懂拆分了，按着 shoot 然后去按它。哦，跟其他很多游戏也是这样。嗯 ，shoot 的拆分。猪猪，我要找猪猪。没有路。蘑菇，猪啊！身上是满的吗？我捡不起来这个蘑菇，太重了。哦，原来有负重哦，有啊，对，300啊。箱子的右下角有。原来如此。我身上太重了，该丢一些东西出去啊。哎，这样子我是负重状态，会不会增加负重啊？你可以试看看。好像你走到最后会喘到动不了。重视啊！救命哦！练腿啊！没有猪猪啊！我还缺两个皮革。你缺好多个。那鱼我的先给你好了，我昨天6个。你也是缺两个啊？那先做一把吧，对不对？哦，要多人可以先打猎，看有人已经有功了，杰瑞吧。嗯，我在打鹿皮跟战利品。嗯，现在有4个鹿皮。我放箱子。哦。还是有人也缺4个来什么的。我现在是5个啦，但是现在是6个，哎，我是7个啦。因为我刚刚出去，一直出都没找到，不知道干嘛。出工制作，耶、yeah, ，有了，又做剑士哦。然后剑士只需要木头就行了。嗯，剑士还算好做。嗯嗯，剑士，天黑喽，快来 ，BB 哦 ，BB 哦。哦，100根箭石为一组，嗯，那还不错哎。为什么我刚刚听到鹿的叫声，很像是狗在那边？哎、欸，你踩到火了！啊，烧起来了！我时不时家里就会发生意外。哎、欸，我又有2个那个了。好，那你平了吗？嗯。打，那你有杀死那个一星的吗？有，就等了你们，等他。有，我杀死一星的，他掉了4个鹿皮。哎呦，稀有的啊！可是鹿皮又不能拿来做弓，就啊啊！骷髅士兵，骷髅士兵，哭啊！士兵，哭啊！到了特别区域啊？没有啊，他家里吗？前面，哎，你特别远哦，我们救不了你哦。你在特别远哦，你特别的远。就你最特别哦、喔！我把他拖回家。我要躺着，躺着比较有感到舒适。
哎、欸，没有啊，路边、啊、箱子有一些肉，我看大家有没有吃啊。好，酷，我自己把灰娃娃打爆了，哇，打超远呢、欸。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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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队友要来打这只骷髅怪？好远啊！没有，我快到家了。我们选择睡觉，想睡觉，睡觉感到舒适哎、欸，为什么不睡觉？那我要把它拖到床铺旁边，好困好困。然后他就会写什么附近有怪物在游荡。哎、欸，没有，他回头了，断。哦，有了，睡着了，睡着了。他怕了，他怕了，他怂了，他怕了。睡觉，睡觉。睡觉睡觉，多了个重拍写休息好了，这样子、欸、对啊，就睡饱了。哎、啊、呀，状态好像你按乌鸦好像会显说你的状态的效果。我觉得我起来了啦，休息中。哦，哦回复哎、欸，回复加快，会回。哎、欸，他那个，你们等下可以回去那个地方。听不到。有人举着火把睡觉，不是，他就说我很冷，我只能这样啊。他可以拿、欸，他说我这样身子暖多了，你知道吗？你要腹肌训练了，一试了。唐唐，腹肌训练，小夜灯是不是？唐唐练腹肌，唐唐练腹肌，我怎么按怎么按？啊，睡着了，有睡着啊，白痴、喔、啊，梦到了水往高处流，是往地下走。哎、欸，我不一样哎、欸。会不一样，你的身子软了。他没有说我梦到什么，我好难过。我也没梦到，也没有 buff、哦。所以他做梦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欸，哎，好猛哦。哎、欸，你们要去点一下那个鹿的那个加成，他好像可以启动。走路的加成那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刚一开始下来那边。啊？哦，每人都回去是？对对对，嗯、要挂那个，去点一下鹿头。哪里？好，点一下鹿头。你跟他们就是那个家的右下角，你说一开始最一开始的那个点，做工，那个圆形跟三个柱子那边吗？对对对，四个吧，哦四个，四个，所以等于还有四只 boss 之类的，那怎么杰瑞刚刚没有讲？杰瑞刚刚有啦，其实都被我们他有啦，只是我们刚刚比较，我们刚刚在哦谁？嗯哼哼，噔噔，杰瑞，你要顾肉吗？我回去拿一下那个 buff。顾肉，吃香菇，吃香菇。跑跑跑跑跑跑！哦，亮起来了。哦，这九头诶。哦，阅读。哦。哦，耐力沙哑了，准备就绪，什么意思？是可以开技能吗？哦，按 F 可以开，先不要开吧。然后 F 开了，会开了，进 CP 了。二十分钟，好久。它可以跑很快哎、欸，而且耐力消耗很少，很赞啊，我喜欢。它觉得它效果用完要再回来点吗？不知道、欸。他就常在左下角了，左下这个他就是技能缺而已，就之后可以再放。嗯哦，缺多久要打第二次吗？他能缺多久啊？二十分钟，效果五分钟。哦，还行哎，还不错啊。哦，效果五分钟这么久啊？对，而且你可以跑很快，超不很不耗耐力。对啊。哦。哦，我已经回来到路这里了，回到了。我准备开咒第二次了，啊，做个到见识。等一下，路，我在按那个，我在激活，我有激活到吗？哎呦，激活到你左下角就会一个路头。没有，我刚好看我，然后双手举起来，然后路那个猪就直接撞我下面。哦，这个中门大开，管他中路。这拉弓拉好久哦，嗯，会不会熟练都可以拉得快？哎、欸，那个树枝怎么跑在上面？对啊，为什么这样子？我飞起来了，好像捡到了，你捡到了。哦，射出去的箭矢不能捡回来啊，捡不回来。哦，他是消耗品。我总上会有两个木头、哦、箱子，放不下东西。
嗯，要入第二箱子。对，他又飞高高了。我身上有羽毛。我、哦、等一下，等一下，我做第二个箱子。哇，刚刚你打的路不见了。啊，对。好，趁现在没什么事，赶快多跳一点。对，跳好一点。跑跳跑跳，砍个木头。木头现在我们有技能状态下可以跑比较多吗？可以吧？耐力是会比较多啊，嗯、跟你耗比较少啊，会啦会啦。他的经验值有没有说照算啊？感觉他是算距离的吧？你要打第二次了吗？对啊对啊。奇怪，你们血量有变少吗？要吃东西啊！你要吃东西，我吃满了啊。慢慢的，它会变少。没有没有没有，我刚不知道为什么加你们多少，我现在维持在31耶，都不会加了。我六六六，55、59还在加。我是不是中了什么鬼东西陷阱？你左边都还有食物吗？有啊，而且我一直在扣哎。你一直在扣，有没有在闪？那个食物有没有在闪烁？哦有，闪烁表示快用快消耗了，哦、快消耗。请多吃。好的，有。对。有没有牛膏？我也要吃个牛膏。找团团，我这边很多啊，杰瑞斯刚刚那边也很多啦，我刚刚给一些给他。右边的箱子一堆。哦，你盖一个箱子，那我要放。我身上的温度是在哪里啊？你说听声音就好，是不是？你就连点啊，它好了自动会拿起来。哦。他登了，我举手了，举手了，举手了，哦！欸、我看到一直有肉、欸，哎，对啊，因为因为海星在刚放啊，海星身上还有吧，所以他自动又放回去了，因为刚刚连点的关系。对啊，我身上有肉。哦，感谢。哦，我好了，我也好了。哦，我现在有五个呀，弓可以隔挡啊，可以。他也有隔挡，给你游侠，你要拿两把弓啊！我的第二把拿不出来，老公怎么双指交一下？我有四只手啊！哎呦哎呦哎呦！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你不要隔挡吗？我要练，我要练，我要练，我要练！你这样隔挡有练吗？没有，好像没有，因为我没有开那个。有没有伤害？那我们打开伤害看看。好啊。被其他玩家为什么打不开？我现在灰的哎、欸。哦。我要开也是灰的。哦，我开，我可以开、欸。嗯。那没有没有，那你可以打我啊，因为他说。我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被打。那个啊！哦，有伤害了。格挡一升提升。个翻滚！好等下杰克你干嘛？你走路超吵的、欸！我只能 PK。你确定要拿弓挡吗？等一下，我没开。好抱歉，杰克没开啦。哦，杰克没开，我没有啊。好，我开，我开来。这是 PVP。哦，我哎有挡到吗？有挡到哎、欸，剑士也可以挡。是剪刀石头布啊？杰瑞不是哦，那个在等我们。来吧，好了，没体力了，好了，他接要开打了。好，打断他的腿。哎操！哎操！哎操！耶，关掉了。啊，拉弓就开始耗体。对啊。来吧。啊，好吧，等一下，我 PVP， 等一下，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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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关都好，好了，来哦，好了，我准备好了，来了，第二只，哎，肉焦了，啊，哦，画面真好晃哦，好晃，哎，好晃位置，哎，那边，对，换位置，我们先干着地，呵呵，哎，会不会把我家电？你刚刚看他冲去我们家、欸，哎，对啊，不知道他想打我吧？我刚才修我的弓。哦，会不会射到？他在漂移，他在漂移。我觉得会，我觉得弓移如果弓移到家的方向的话，应该会哦。啊，我没耐力了。
去哪里？游客。拉越、哎、拉越久会不会伤害越高啊？拉到那跟准心一样的时候。还是越准、啊？不确定是越准还是越准？伤害会越好像伤害有差哦。嗯。那打头呢？就像打头，我的目瞄到的话，哦有哎、欸，头26哎、欸，嚯！没有吧？我就是你的，我就是你的弓箭熟练度比较高哎、欸。哎、欸，19打头痛啊。嗯。24，我要卡住了。就刚呆滞。哎、欸，对，有哎、欸。这样有射到他吗？有点。哦，格挡范围。哎呀！哎呦！很电，很电。哦、我开始漂移。杰克靠他，杰克靠他。我要去烤肉，我要吃肉。我看要飞走了。这我看，我刚看到往地上走，地底下。显示 bug， 显示 bug。右键三，这右键。你奈我何？我看不到他。我看到啥啊？你知道吗 ？Yes 了。耶、yeah. yeah. ！弓箭好打多了。真的。剥皮，那战利品怎么办？挂着了。有他有别的区域啊。那我把那个啊，啊我捡到鹿角了，我捡到鹿角，放箱子，放箱子。好的好的。我往开机开那个 F 哦。哦，好了。鹿角拿着心脏，有了，放回去。心脏哦，他可以做稿子。一根鹿角可以做一个稿子，可以做。现在那它有几根啊？现在我刚捡到是三根，那可以做三个稿子。蹲着是谁啊？我啊，今天有想，我想说你会被烧起来，应该很危险。慢慢把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这样。啊，我的技能过混，弓箭11等。对，那个鹿最强招式其实是把那个四五星弄卡。对啊，内格战法。我刚刚。他出来之后想烤个肉都烤不了。木头满啦，看到自己砍木头了，砍木头。那我也拿一个、啊。旁边有木头堆啊，那个木头堆要怎么用啊？你木锤对它按中键就会毁掉，你就可以拿到了。一团是50个。对。哦。耶、yeah, ，我有嫂子了。下来了，五天，稿子就可以敲石头了，哦，应该是可以吧？我在开敲了，再不敲，再不能敲，就很奇怪了。石头能够敲到什么东西啊？石头，石头，有没有矿物？有没有矿物、铁矿什么的？有的看起来就是矿石哦。对，就像那个啊 ，ARK， 你敲石头，你也会敲到铁矿啊。哎呀，哎呦，瞬移宝宝，瞬移宝宝，哎，烦死了。哎呦。路带两组箭矢应该说劈柴吗？没有矿吗？去打怪喽！我拿稿子去敲敲原木林，要用对工具。哦，有分。好了，啊，这边在，啊，我是一心都在家里哦，多做的东西。哎、欸，地板可以被挖低耶、欸，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嗯，哦，那个允哥刚刚就是把那个地基挖坏啊。他如何把它填平啊？锄头，用铲那个锄头，锄头可以把它堆高。嗯，我想说我挖了一个坑。天坑，垫高好像要、欸、哇，好累哦，
这听起来超不像鹿角敲出来的声音。哎、欸欸，这里有骷髅遗骸，为什么？啊，会不会就是这个骷髅遗骸生出来的？啊，所以要把它弄掉，是不是？不知道，有人在追他吗？货币，对，我刚才追他。货币，捡到了货币。可以买东西吗？他只有、啊、他没有写什么，他只有写他是很贵重的，那可能是后期干货，这样子是啊，哪边？那可以洗那个吗？修补附魔。他说，他说，哎、欸，他说内陆上可以找到铜，海边可以找到锡。哦，乌鸦说的，所以不是直接敲，对，所以应该是有特别矿。所以这个只是让你不用那边慢慢捡小石头吧？嗯。然后镐应该可以敲其他的矿，就是不在这边。嗯，我来看一下镐子修的那边。干嘛乱来？我在尝试。哇，他的 SC 跑反了。哎，累格了啦，刚刚。稿子不能说你吗？稿子？是。这其实很难用的。我用用看，我用用看。Okay.是音速路是不是死的消失嘞？而且他铺高还要工作台，他在工作台。震旦老人的寻路啊，一直往天上飞。震旦节没震旦老人的喽，路都被射下来了，都要不见喽。哦，大概懂他的铺平的意思是什么了。哎呀。那这个怎么把它往下？有吗？我现在在努力。哦，前面有一只。哦。内陆上可以找到铜，铜长什么样？哇，71滴耶！你现在攻守练度多少？我看一下啊，我刚看十一、十二而已。十二。哇！是不是在他没有发现的状态下比较痛？因为我们刚刚在他跑步的状态下就是13滴而已。我就他没有被警戒的时候，嗯，哎，蜥蜴精哎，这是什么？好酷啊！哦，那边有图腾，你不看错，抱歉。嗯，好像是哎，我看红红光了。你是什么？那个好了，我就弄成这样了，不管了。蜥蜴精长得像宝可梦生物了，哈？对，这可以吃什么？看文字，长得像宝可梦，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吃等等的，不是我打死你！哇塞！哦，我找到这是什么野猪平原，是不是有放眼望过去有六只？我看到野猪，猪猪，就是这有个，不知道了，这边两只，有人要。一起来猎杀野猪！我72真的哎、欸，我要去找你。然后还有、哦、你好远哦，这边还有蜥蜴，这边还有一只，这边还有一只，哪里？上面、慢慢跑，这边还有一只。那个，那我等你们。好、欸，然后来，好多鹿的声音哦，我没看到。Yes。嗯，不是也每只猪都会掉皮哦？对。嗯，就是也是随机的，虽然是高几率，可是也是随机。你把皮打烂了。哎、欸，阿基旁边那边有一间房子，巨石阵呢？找不见，有点像河狸窝啊。哎、欸，你后面有一只蜥蜴在追你，直接爆了，一下就死了。啊，血好像很少。一尾巴。房子有箱子吗？哦来看一下你们的位置，里面没有箱子，什么都没有，烂透了，好烂。啊，团团到了吗？然后到了，在这里啊。啊，走，我们去打猪。猪。哎、欸，鹿皮什么都不能做吗？哎、欸、那个石碑耶，那边有一个石碑。啊、这是根本是猪的吧？猪碑，他没有献祭的那个。猪飞起来啦！只用敲的好了。更加顽强啊！等一下什么东西了？
他说这边比较强，意思是哦，他是不是有新的区域？你到新的区域了？野猪战力，哎、哦，猪、欸、可以驯养哎，哎呦，可以养猪猪哦，是这边讲的吗？他是说游荡在附近的那个虫蛛，他们怕火和拳头，但是你可以用此驯服他们，悄悄的接近他们，并喂你吃剩的食物。他们最喜欢的是根茎类的蔬果。我们好像没有根茎类蔬果，我们要找一下这边看这边有没有吧。嗯，地瓜还是马铃薯？马铃薯。看到后面有人两边被煮水啊！哦，好多好多。那、啊、你没有看到碎石吗？你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敲石头有机会拿到。我跑到黑暗灵山了，我要回来。听不起来。到黑暗灵山了，回到黑暗灵山了。有一个皮卡在空中哎、欸。对啊，林姐。哦，那个。所以你们跑进去黑暗灵山了吗？哎呀，嗯，哪里？这边吗？你在哪里、啊？我有胡萝卜种子哎、欸。哦，现在可以养猪了，开始。可是他要根茎胡萝卜，胡萝卜是也算是吗？胡萝卜根类啊，对对对对对。根，所以他喜欢吃胡萝卜，应该是胡萝卜吧？你照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养猪来让他繁殖，来杀他。哦，这里，阿吉，快来人，来来来来，来人打他。哎、欸，你怎么没武器？你用空拳哦、喔。没有，没事。刚刚、哦、手滑了，武器掉了。掉木头啊！我这里好多人，我完蛋了。哦。在那边。跑到太前面了。哇，那么多石头！哎呦，你们为什么可以跑那么快？啊！完蛋了，完蛋了！往我们这边跑，往这边跑。出事！重点是出生了。重点是我前。掉到水里面啊！你掉水里面，哇！跑！你是金色的团团还是银色的团团呢？我是已经潮湿的团团，对，湿团，那湿团，我绕去你们那边，那好多猪哦。对啊，多打一点猪啊！大家都有功，我觉得冷，我就可以做盾。哦嗨，我刚刚掉在那个下面。啊！哈基要掉，哈基换哈基斯了，哈基斯了。哎、欸，对面有，对面有萨满呐，有萨满，这里爬不上去啊！一星的，一星的灰矮人哎、欸，一星的小心哦，一星的强哦。我没有耐力了。灰矮人上来了，灰矮人上来了，他去抓你啊！太滑了吧，这里。哦，在这里。我们先不要在这个山坡上打，等一下有滑下去。会有人暴徒啊！听起来有点厉害，听起来。你们那边听起来有点不妙了，超不妙。的对，嘿嘿嗨，你们好啊！我带人，我靠，好像多。哎，朋友来了，联谊呀。我射暴徒一下，哈哈我射不到哎、欸，烂炮兵啊我！哎、欸，他追我，快杀！他追我！哎呀，十一只！他在追我，我不要这个桃花！啊！桃花？怎么没射到？走到一半被露西引走了。露西是谁？露西，就那个啊！哈基，哈基，你后面好人哦！救我！你好，你有三只在追着你，哇！抢手哎，抢手货，哈基。对啊，是不是？其实抢手的哈。啊！嘿！暴徒！没射到。哦，我没耐力了，没耐力了。啊！你不要爬高高啦！哎呀，我的东西掉了，哭啊！那个暴徒看起来很怕哎、欸。对啊，一直追，一直追。
哈基打他太少，伤害太少了吧？不到十滴耶。对啊。哦，打我暴击。哦，碎啦！暴徒，暴徒，灰矮人之眼，不知道能干嘛。我要回家了，珠子跑。回家，回家。陆战利皮，碎皮有两个，哦，鹿皮有三个。啊。塔斯啊。哇。干不干？这边是什么？蜥蜴精哦，你刚讲的哦，对啊，嗯，蜥蜴精尾巴，长得很像宝哦，哦，原来你刚说的蜥蜴是这个，我一直听到洗衣精，洗衣精，洗衣精，蜥蜴精。然后你们刚刚不是说猪会怕火？嗯，它靠近的时候，它起火吧，它就不敢攻击。真的？哦。然后你把火把拿下，他就靠近你了。那你可以跟他跳探狗、哦。对啊对啊对啊，很好用哎。对，蜥蜴精的尾巴可不可以拿去烤啊？哦，可以试试看。烤尾巴。哦，有羽毛，给我碎石了耶！是哟、哦，这是箱子拿到的，到底哪边没有碎石？回来了。来投火！哦哦，那个草草快就没了。等一下，不要往往往前推。你不是在烤火？没有，在烤火。烤火烤火哇，你看我们现在家里好亮哦。Yeah. 火把真漂亮。啊，艾伦萨满。不要再补了啦！不要再补血了啦！他都喝药水了。他会释放魔法帮自己补血。好酷！烤我的手。哎呦！太酷了啦！五人修起来啊！玩火哎、欸，有些人玩火自焚啊！我跟你，我已经发现了，我已经发现了如何让别人快速推过去的方法。研究你东西干嘛？不要，我赶快滚这种，滚就可以推比较前面。那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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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啊！肉太烫了、哦，在远处好像就看到一个大火球，你知道吗？就是有人烧起来，肉太烫了啦。哇！我烧到觉得冷，反正现在暖手、欸。底下的萤火是坏了吗？嗯，还在吗？都很酷啊！灰宝宝觉得为什么这边会有奇怪的东西？哎、欸，灰矮人哎、欸，怎么是灰矮人？宝宝变矮了吗？他会越来越难吗？有吗？宝宝变矮人了。对啊，只是刚好跟回来而已吧。哦。哦你怎么坐下的？那你可以指。哦。哦。所以坐下还会被推吗？会耶，会耶，会会会耶！哈哈哈哈哈哈！收起来，很快耶！哇，远处就看到一团火在那边。哦，奇异金，你皮哥还有多吗？我有，我有，我有。你看，你看箱子，你看箱子。我要去上厕所。这里有四个，哦，我差一个，来，我给你，我给你。哦，所以要放哪里？第几个？哎，放最后一个箱子好了，最后一个箱子。哦，笑死！你们刚好经过海边或河边，对不对？对。月月，确实在水边找得到。等一下，我塞个东西。让我塞个东西，等我一下。哦，好了，加油。
可是数量好少哦。等一下、哦，碎石在水边。隐约你很想抓肉。我想烤肉，我身上有一些生肉。我身上有些，那给你，顺便烤。碎石啊，碎石，有了有了，好多碎石。哦，我肉就放身上了哈。可以、欸，我肉就放身上了哈。那个大家都可以来跟我拿哈，那哈基不行对不对？至于那个哈基嘛，他可能不想吃肉啦。自己弄。嗯，抓，没问题。那刚刚那个能弄过我的人哈，都不要跟我要素材了啊。拿起来，没问题。你们怎么了？分派系了，分派系了。哦，我想说，我刚刚躺着床去上厕所，哎、啊，你们怎么突然我们村庄要分离。他说你没办法跟他拿东西了。哦，那我们要不要睡一个觉？好，睡一个觉。我先把肉烤好，等下他会焦掉。有点远，绝对不在家。对，所以我在拿，我在找碎石，我拿很多碎石了，在水边。对，我可以坐这里。可是火把我刚刚是盖错了，是不是、啊、哦，我盖错了，为什么要平移到这里啊？奇怪，在正中，它在门中间。对啊，为什么啊？我记得我刚刚不是这样子啊，奇怪。啊、你有盾牌，好潮、哦。好吧，那就不怕背后有石头扎着我睡不着。啊，早上了哦，好吧。啊，早上了，白天了。你看，这就是实况组的生活。欸、那个团团，哇，腹肌运动。啊、可惜只能这样。你在干嘛？嗨，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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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叫你哈记，你在上面滚，在上面滚，对对对，可以滚比较近一点。哈记，锤子用锤子吃吗？不要用把它敲坏的，用锤子把它拿开掉，敲坏就不好。哦，哎、欸，我坐在床上其实也可以感受休息吗？没有、啊，不用一定要睡，躺着的舒适程度会四阶啊，哦是哦，啊，好爽哦，嗯、还好我有睡，三个人在旁边哦，我还可以吃东西哦，我还可以吃东西哦，哇，好扯，我要喂食到逆流了。这个木盾，哦，难怪你刚刚要皮碎屑，皮碎屑最后箱子还有，它有七个。我说难怪，因为要做盾要有那个东西，可是弓不能拿，好酷哦。哎、欸，所以杰瑞碎石是直接捡的，在水边。水边会有碎石，哪边？哦，你也太远了吧！我靠！我要去开地图。我到海边了，看一下旁边哎、欸。好像水边或海边都会有，我刚刚经过河，好像有看到。中箭移除。其实好像时间差不多嘞、欸。对，其实差不多了。精灵游侠 PK。没有啦，等一下啦，我没有盾牌。你缺什么？木头？我没有，我素材刚好够了。哦，我靠，原来这哎、欸，很团。为什么你眼睛可以发亮？我眼睛发亮，发亮。对，我想说怎么回头看一下你变成灰宝宝了。哇塞，太神了！灰宝宝，灰宝宝。繁星在哪里啊？嗯，你要干嘛？嗨嗨，你不知道打架？等下有抖呢。好，等我感谢完这样子。哎、欸，那我背脊打会比较痛吗？你干什么？哦，我等一下打开让你打。好了，我开了。好像不会，还好哎、欸，没有比较刺，没有比较痛。那、嗯、我看我的，看会闷棍。你这边之路也还好，
你的前方。好了，来吧。好，爆掉了。噔噔噔。啊，被警戒了。太痛了，要死啊！停停停！哎、欸，怎么那么痛啊？你是拿斧头？看我的技能，我才两四滴耶、欸！不然帮我拿棍棒看看。等下我拿棍棒，我拿棍棒。就这样，就这样。好，我挖到技能了吗？你挖，你挖到技能？他技能好浅啊！挖不动了，地壳这么浅哦、喔。对哦、啊 oh, 我看到你在挖了、oh, 棒子好烂哦、喔、我敲我不要往下敲东西啊，那你要怎么上来、啊、我可以铺地板啦、啊、哦、oh, 我家里有落穴是不是、啊、有哦想干什么直接不要犹豫直接把你推下去、欸、哎呀你以为是哦哦、他是他自己整排把它敲掉哎、欸！你在做壕沟，你要挖护城河是不是？对啊，啊你要你看我会把路骗到下面去有没有？啊，好像不错哦、欸。他是这一整排都不见了、欸，好扯哦！我看整个是在摇晃、欸，好可怕。因为他就在那个啊，他就在弄坑。感谢新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你又在把它拓宽了。DC 群或赖群，所以你上得来吗？因为我在在努力呀、啊，我在努力。哦，它变成一个斜坡啦。哦，那你还是要继续挖哎、欸。开始，等一下、啊，那有没有腾腾那个锄头？哦，对哈、哦。哇哦，哇，这些槽沟，好快、啊，好啦。他锄头是要 用材料才能 堆高哎、欸，有啊有啊，还有工作台，嗯，还有，纳闷制品，陷阱，哈哈能灌水啊，有啦，得了十三个鹿皮，哇，哎呦，嗯。真是在开河流哎、欸！修工，这好像的东西都可以修啦，还蛮好的。哎、欸，对啊。我弄个二级的，二级的，这什么意思啊？他说可以强化工作台，就是做更多啊，不是吗？工作台又不是什么 upgrade。可以做更好的东西，可是要怎么强化它本身？哦，还是通过建造改善设备升级？所以工作台改善是劈柴墩那些可以改善吗？哦，来，我放劈柴墩的旁边。哦，工作台要二级了吗？有、欸、二级了，二级了，二级了，现在可以做二级了，这样就可以了。对，组合旁边抢鹿皮了，烧得剑呢？哦，有皮库是用鹿皮是不是？哦。鹿皮有用了，鹿皮跟白骨，鹿皮，斗篷要白骨，有出弓哎、欸，出弓不是一开始的吗？原本那个弓，出弓原本就有啦。可是它你可以用鹿皮做啦，你可以省四个皮碎片，嗯、很省哎、欸。哦哦、oh, ，sorry， 哎呦，没关系，我没需要。会出弓有两个合成方子，对，那可以省资源了啦。哎、欸，我怎么看还是皮碎片呢、啊？那你看 upgrade 那边吗？ upgrade 那是升级啊，那是变升级哦。你还可以，它可以做鹿皮地毯诶、欸。你竟然是看家具？那个这是那个灰宝宝，这有只灰宝宝。它是锁血。对啊，刚刚锁血更新啊。燃烧弓哦，燃烧箭碎石矛。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找不到就是位置可以做东西。有了，好像之前我们玩那个太空的那个是很挤，很挤，超级贵。三级，哦，那个出皮碎片真的很少。
皮碎片，我拿到木炭了。箱子还有皮碎片，你要再放一个是不是？哇，团团，你那时候真的是拿一堆蘑菇哎。对啊，拿宝，完全不缺。你是在做衣服还是怎样？这可以做裤子了。这云月为什么裸体在做东西？啊，我刚第一次那 bug 之后，我一直就没做装备啦。皮六个，那是塞梁柱吗？没有，只是无聊塞一下。我做一个皮，把棉穿裤子。那个还有八个在右边，最右边的。他能不能销毁东西啊？对啊，销毁。你要销毁什么东西？多做的工具啊。嗯。哦。皮阔阔。碎石矛。碎石矛。所以杰瑞，你是在哪里看到说他从哪里升级啊？没有，就是 craft 是制造嘛，啊 upgrade 是升级啊。你那个工作台，我刚是建那个开建造的那个时候，他写说劈柴墩跟皮革架，他写说是工作台改善。对啊，就是他那个 建筑物有些会写附注。嗯，那如果想要工作台改善的话，应该就是让工作台升级。那如果他是什么改善的话，就是让其他东西升级这样子。哦，哪边有改善啊？你拿木锤，然后有一个工艺合成的劈柴墩，它就有一些一个工作台改善，它需要十个碎石。没错，工艺合成，我只看到工作台，为什么？有啊，是不是你还没拿鹿皮？鹿皮我拿过啦。那你烹饪台有看到吗？烹饪台跟工作台都没有。你没有拿锤子啊？碎石啊，你要拿的锤子。我刚刚就是拿锤子，我刚刚就是拿锤子看完了。按右键，然后我就是看完了，没有。那个碎石，他没拿过碎石，你应该拿过碎石。看一下哦。哦，对对对对，碎石啦，碎石这边。没有碎石。Here。有了，碎石之父。啊，谁在前面啊？你是说我吗？好烦心啊。刚以为有什么巨人要走过来，是不是？灰宝宝，看住！晒肉墙哦，接下来就是要碎石、碎皮跟鹿皮，要挖矿，再改善一次我们的工作台。对，就是要碎石，要更多碎石就可以改善，就会变三等，三等应该可以做更多东西。嗯，碎石啊，箱子好慢啊，箱子多大箱子吗？目前只有小的。有小的宝箱，十个木头可以做一个箱子。好了，哦，干什么？木炭放这好了。到处都石头，每个箱子都石头，没有分类啊。然后这强迫症看到，哦，那个箱子没摆整齐哦，那个没有网格，真的没办法。真的，碎石矛，木头，哦，哦哇。吃完了，木头是什么啊？木炭，嗯，木
觉得伐木增加的那个数值没有到很多哎、欸。嗯，打好就打那个，还是说打？我现在伐木23了，好、哦、打出去的数值就是顶多就是10、11、12。那应该要升工具吧？感觉他是对木头那些吗？我也不知道。或者是小树丛比较会掉数值的话，或是灰宝宝是固定会掉的。哦、它有分斧跟斧，一个是斧的伤害，一个是伐木被砍伤。对，一个是伐木伤害，一个是斧头的攻击、啊。嗯。哇，超重啊！我要走路回家。是你打是十吗？12.3、11、12.9，好像真的是没什么差哎、欸嗯。因为我这样子会是有一个幅度值，有时候会打到13、12、13，可能就是差为不大，然后工具的，不然就是效率吧。还是去耐力呀、啊？不知道，影响数值蛮多的。我的伐木等级才11而已。差距不大，我看到一个鸡腿都飞上天了，因为那个了。哇，这个世界真的看起来很酷，很特别。哎，那这个可不可以敲啊？那这么铺平的石头。你不要拿稿子，我不要拿稿子敲骨头。啊，我挖出一个洞了。哦，哎，接不起来。哎、欸，其实我在想一件事啊。哎、嗯，好。这祭坛敲的你好吗？我敲过了，没办法。敲过了。你想做的坏事，愉悦已经做过了。哦，哦好吧。啊，东西捡不起啊，捡起来那个。那个，我要等一下。哦，不行。都说不行了，你还硬要敲？不是，我想说，你说这个祭坛不行嘛？那我去敲那个红红的大石头、啊。哦。树倒咯，哇歪了，这树真的越来越少了。反正附近没关系啊。那根绳子了吗？还没倒下来、欸。那个吧。他应该做个碎石斧啊，如果你在砍树的话。碎石是没碎石啊？有碎石，第二个箱子有。刚刚杰瑞尔去哪？对。他们这边这附近的水太远了，我们跟他找金子。是啊，挖会地层下陷的、啊，挖过头了就会地层下陷。是琥珀，是碎石哦。哦，碎石斧哦。那铺平真的好微妙，可以用。就想看，不知道有没有铺，这有铺感觉跟没铺差不多。对，这地基啊不是都一样吗？我有铺成功吗？然后就跑出一堆粒子效果，好像有，好像有一微妙的一点点的感觉，微妙一点点。对啊，刚就试着要铺，就铺半天。好像有，又好像没有。那这个是要把它往下挖的意思吗？哦，有了，这边水的，这边有水。
你把敲平了，你好棒哦！哦，我好强哦！哇，锄头用不了，是用敲的就能解决。你好棒哦！平了，平了，平了。这果子不知道等多久才会长。碎石需要更多的碎石。哎呦，等等。像的野兽的声音，哦，不是野兽，是灰宝宝啊！你也是野兽了，他跑走了，他飘走了，他又回来了，我走了，我又回来了，我是靠他的头是不是？敲灰宝宝的头四十五滴血都没有再生了耶，可能真的要等资源，嗯。你在那个啊上面尿尿，施肥，施肥。嗯。啊，差不多了。嗯，多了，就洗了，就洗了，这还蛮好玩的。有点毒，会毒哦，你真的是会毒。被困呐，温娜，要最后躺床，突击训练开始，在很远的地方。突击训练，谁还没到？我还没到啊！艾露在啃我的耳机线啊！艾露啊！哎，路啊，又到了，到了！大家一起说动运动啊！还有一个在远处的，太远了。我先去看一下那个食物是不是焦掉了。好，来哦！有木炭了，有木炭了。好回答喽！木炭。哈哈。烧成炭，你成功的制造了炭。哦，爆雷！嗯、啊，不管，我要开开血路冲过去。嗯，开血。你怕宝宝冲进来咬的？开心，我家最会怕，会咬，会咬。是怎样？那一坨？哇！你被甩，你被甩出来，推走哎！推走，夸张！门太夸张了吧？还是人太夸张？我很夸张，这游戏太夸张了吧？我梦到了。什么参天大树在没有任何东西，没梦，好不像我，好啊，偶尔会梦到哎、欸，好酷啊，嗯，走吗？好了，再来，再来，差不多了，再来，爽，不想起来，休息啦，休息啦，这个上面可以站吗？好啦，感谢今晚收看，今天就没有加开了吧？原本在开台前想说小睡一下，然后发现有点起不太来，本来想说啊，还是今天就算了，只是想说嗯，不行 ，Amigo 不行，最后还是把自己撑起来了。好啦，那就这样子啦，感谢各位收看，大家晚安喽，拜拜。